十年。爸，寒假报十年，我要去环游世界。不许去，给我好好背债权，怎么打理超市？凭什么？凭你花的钱都是我给的。哼，我自己挣。老板，我要买500，但是这个……好说嘛，10块钱六寸。好，但是必须先做好我的。得了。10块是这，谁要啊？来，老板，来，来，帅哥，两块。帅哥，帅哥，来。发了发了，煮快点、啊！十年后，老师，啊，明天就开学了，要记得来哦。我工作很忙的，没空啊。妈，你终于选择回家了。你所有的超市都被我收购，就你，从今天起你就搬离这个办公室。原来你回来是为了赶我走的。芷兰。你好像误会你妈了，你同意了吗？谢谢谢谢。有了，老板，她是我女儿，以后每一天都让她这样做，亏得我不给你。嗯，真的吗？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妈呀。妈，终于跟那小兰继承家业了。